手会有点往后的话，就会往后。所以就单纯直直往上，往下到上根直直的。OK。只有那个夹子位置。然后就是，它的那个链子会跟着嘴巴动，就是你手腕怎么动，它大概就会有那个。最主要是靠手腕来控制它的那个，可以吗？我觉得好像有点太软 Q 了。我改一下它的那个，因为它这样体力有时候会断掉。你这样动画也看看，它怎么会断电？怎么会断？等一下，我重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那个，这里面的那个手腕，但是看不出它的角度。所以它的 on 可能是反的。他的耳朵就是有到好边了。我是给你调的，我的。对啊，现在是没有要用这个，反正就是说，因为到时候最理想的话，应该他是要比如说给你用那个样子。刚开始是蛮上班的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NPS 不到，可能是那个啦，可能是那个啦，可能是刚刚那个的关系。重用送那个的关系，因为它会占到它的频段。它换那个先不要说啊。来试试看，你左右移动看看，左右移动，就我们看大家的用。就如果说真的最终目标是要做这样的精细的移动的话，就占一点关。说左右不能。对对对。那绝对不会。这样有后续吗？好，有，我有收到。demo 还是在这里差别。多走走，我看一下。我把它开出来。